哎，思达怎么还没来呀？他来不了了，就我们三个。那既然他不来了，你回去吧。凭什么我回去啊？我饿了，服务员上菜。明明就是醋坛子，还打死不认，我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。服务员你好，拿酒。好。哎，不用了，把我那瓶酒醒了吧。好的，不用醒了，我们今天不喝酒。哎，谁叫你喝了？你不喝就不喝，人家老赵想喝。老赵，你们在什么时候这么熟啊？在你不知道的时候，我跟老赵说好了，今天开心多喝几杯。好，你自己喝完酒什么臭毛病你自己心里不知道吗？什么毛病？没什么，你别听他瞎说。看来你还不知道呢，看来你们也不了解我，连他喝完酒什么样你都不知道。以前不知道，以后会知道。以前不了解，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了解。反正从现在往后，我跟若楠有大把的时间，对吗？对，也是。我劝你啊，不要深入了解，距离产生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。你在说我很差劲是吧？我可没这么说。你除了邋遢、爱说谎、爱惹麻烦、不爱收拾房间、爱讲大道理、霸道强势之外，没什么缺点。你过腻了。再加一条，脾气差，性格冲动。但是这些在我看来，都不是问题。你觉得他邋遢，在我看来，那是不拘小节；你说他爱撒谎，在我看来，那是懂得随机应变；你觉得他爱惹麻烦，在我看来，那是勇气和真诚的体现。因为我喜欢若楠，所以他所做的一切，在我看来，都是闪光。看看人家老赵，多会聊天。